是永平工商洗师队，领队于慧山，管理王运昌，教练张曼炫。接着要进场的是新竹县中正国民中学，领队于志莹，教练侯文元。再来要进场的是新坡国小，领队罗淑美，管理杨昌达，教练张婷怡。再来要进场的是西伯伦协会，要过这一点啊，领队叶福洲，教练张明玉。再来要进场的是桃园县大园乡后厝国小，领队黄丽芬，管理洪义季、曾静国，教练刘文珍。